高，捷运很快，可是天很灰。城市里面，我栖居在边缘，像那梦插出火焰。脚步很慢，渴望很烈，可是路很远。有多疲惫，一关灯才发觉，思念蜿蜒流过了胸前。放下从前找的未来，却近在眼前，你的身旁才是会开花的时间。我告别闪耀却迷乱的一切，在风里回来，温暖又让麻木的灵魂重燃感觉。张振伯你好。哎呦，我的江副总啊，这第一天上班迟到不太好吧？啊？喂？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总经理，睡过头了，哎，马上去公司哈。不用了，早上不用进公司了。哦。不过呀，总公司的特助约你一块吃早餐。好啊，那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早餐的意思就是现在，快一点。好，收到收到。在哪？喂，喂，啊，没电。不要乱花钱哦。黄国志，你现在搞什么东西啊？漫天坤了。那么谢谢国志哥哥上次帮大家拍照，谢谢国志哥哥，不客气，拜拜，回家小心哦，拜拜。小孩子是不是尴尬？就没有怎么样，有什么好尴尬？嗯，这什么？上次帮我们小朋友拍照，谢谢你。这是你第一次送我礼物哎。
走啦，我赶时间。我不用赶了，我露营东西都准备好了。计划赶不上我爸一句话，他临时叫我上台北找我哥。今天？对啊。可是我们不是说好要去露营吗？快啦，来不及了啦！快点！你在那里干嘛？好了。搞不懂你为什么喜欢吃这么没味道的食物。这跟我一样啊，没味道可是很实在。你哦，要是形容你的话，应该是实在没味道。不然你开车了。好了。Steven， 你覺得香港嗰邊睇法港人嘅態度係點樣？表面上睇嚟，佢哋想拼夠力場，其實佢哋只不過想測試一下你哋集團嘅執行效率啫。到測試完啦，佢哋就會下一步噶啦。法港人嘅下一步係乜嘢？壯大你哋集團嘅實力咯。而家景氣咁差，你哋集團佔曬便宜啦。當景氣轉好嗰陣時，你哋自自然然就變成法國人嘅印錢機啦。佢哋佢老三係可以了解嘅，但係佢哋有好多選擇，點解要揀我哋集團？咁就同你有關係啦。我法國人認為你為力場嘅接班人，佢哋評估你同你總裁叔叔比起上嚟，你會係更好嘅合作對象。所以呢次合作，佢哋想投資喺未來嘅總裁身上。同學，就係你啦。我諗我下半世可能都要靠你噶啦。放心啦，香港嗰邊啲嘢我會及實噶啦。而其他嘢就靠你自己啦。嗯。都係時候啦，夠鐘上機啦。走啦。叔，刚才那一位是？没你的事，坐吧。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高总，对不起，特助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特助最讨厌的不守时的人了，趁机。坐吧，坐坐坐坐。你要不要去倒杯咖啡来喝？酒味很重。还真的很重。报告特助啊，我该不该换个比较撑头一点的人啊？不必了，这件事你做得不错。这个人一点优点也没有，非常符合公司的需求。是，是。朋友说，他觉得其实有黄国志，你知道你长大以后变得很别扭啊，什么都说你朋友说，你朋友说很烦呢。为自己说。好了。
自己说啊。好了，我讲。谢谢你的礼物。你先回去啊。我没关系，我陪你等了。先回去啊。走啦。再见。你叫江承博，对，这是复姓吗？不是啊，因为我爸是入赘，他希望我江皮成骨，所以就娶我江承博。对不起。工作有没有信心？工作当然有信心了、可是我还不知道现在副总要做什么。你这个总经理做得很好嘛，事情是这样办的。报告，这是我已经把那些指示都放在他的办公桌的抽屉里了，我放了，他还没看到，我放了，你回去赶快看。回公司。你啥？我生理也无介好啊，你嘛唔免安尼滚笑。等你公司对于我唔知啊，住址咧？拍什么？内湖科学园区的瑞光路。哦，瑞光路。嘿。哦，在。蒋大哥，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？好啊，那要问吼，问较有营养的，莫问甲一挂五四三的。嘿啦，我袂问迄五四三的啦，我问吼，我叫阮公司先做副总啦，啊，你有啥物看法无？我驶警车吼，啊人也看侪啊，啊人生百态吼，我嘛看较闲啊。我老实甲你讲。啊！以你这班的哦，讲升起来副总经理哦，我看哦，那公司是诈骗集团，啊，无就公司要倒啊。应该是袂啦。啊，那如果你讲的这两项拢唔是，啊，敢有第三？有啊，我看到恁头家，你目睭有问题啊！啊，将你哦，啊，看作别人啊。哎，歹势啊，我讲话哦。太巧贵了，不是的，没有。感谢您
0013，多声后开始计费。如不留言，请挂断。快速留言，多声后。转接语音信箱，多声后开始计费。如不留言，请挂断。快速留言，多声后请按米字键。咖啡新开幕，半价再打折，你不来我们就要失业了。请问这个地方怎么走啊？走。副总，还回来干嘛？副总，太好笑了！笑我嘞，我副总呢？那我老爸讲的啦，我会较要去啦。哎，有一件事情。啊，那个载人电梯坏了，所以我们要搭货梯。哦，没关系。喂，小妹妹啊，这个身上哦，吃个回落了，不是派人呢。那个心哦，是回落了，那个人一定是坏人啦、啊。你们讲对不对啊？哎，啊是咧看啥啦？啊，赶快按啊！代替总裁出席一个慈善活动，总裁很重视。林杰，哎、欸，喂，请问哪位？啊，我不重要啊，你有一个朋友，还好吧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认识陈素心吗？
我认识。电话。哎喂，这边是那个陈树新的手机，你是哪一位？你哪位啊？我是吉祥物啦。什么吉祥物？我妹嘞？我被关在那个馆前路前面那个大楼电梯里面啊。 谁有摩托车？当你看到这个影片，表示我已经离开你了。你不要有任何埋怨好吗？照顾自己，好好活下去。 江晨博，怎么又是你？小林大哥，我替你拜托了，我们老交情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啊？装备现在，动作快一点，跟我玩。 状况怎么样？人员固定好没有？不好意思，请问现在状况怎么样？已经固定好了。你好，我们已经掌握住状况，你稍等一下，我们把别人带上来。不好意思。好了，我们如果固定好了，就慢慢往上拉了。好的。OK，慢慢慢慢一点，速度慢一点，注意人员安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对不起，里面状况怎么样？我们已经掌握住状况，你稍等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哎，妹，很多人来救你哦，你不要紧张哦。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想那些可怕的事情哦！你记得哥哥以前是怎么跟你讲鬼故事吓你的啊？啊，你不觉得背后凉凉的，凉凉的？这时候凉凉的，你千万不要回头，因为你一回头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鬼啊！不要闹了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阿伯歌唱歌给你听了哦，《小城故》。等一下哦。 哎，特助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朋友被关在电梯里。那么巧哦，我妹也被关在电梯里面呢。再帮我确定一下人员是完全。哎，你不要紧张哦。喂，喂，赶快就要出去了啦。
现在在救护车上，往你们医院的途中。 我已经直接先拿过了，他没什么问题，休息一下就好，至于他是不是有病症，这个不是我专长。谢谢你。那就麻烦特助报告总裁问个好。没问题。是。哎，李医生，哎，对不起啊，既然你是我们特助的好朋友，那我就不客气的拜托你了哈。那个跟我妹妹一起进来那个男生啊，全身花花的那个，都没有人理他呢。 啊，你可不可以去看一下？阿星啊，你甲管几个拉秘鲁哦，啊变了哦。哎，啊，你家己叫阿星去台北找因阿兄，即摆搁咧叫阿星，等下我再去看啦。哎呦！ 做早起来工课啊，迄就是你吼，我话你囡仔面头前吼，人嗲人走，啊若无吼，你逐工去我厝内头人食，我哩讲。啊，你甲我工课拢捡捡去做，啊我伫咧厝内无地位呢。嗯，你若讲校长会使面选来讲吼，你一定调的，迄毋人，迄两个囡仔，另外一票我嘛转互你。多谢你啦。啊，你拄着啥？啊，你就是校长真正会当面选哦。 多谢你，才找你来哦，拢无怨叹到半句话。
哦，真的吗？我妹在住院呢。你这样会有罪恶感呢。特助，我今天看你人不错，为什么公司的人都说总裁老没人性？啊，你小没人性啊？他们形容得很贴切。今天发生的事情，不要让公司任何人知道，就当作是你谢谢我。哦，谢谢哦。炸酱面吃。还听你喊肚子饿，这样吧，我请你吃晚餐。哎，阿信，特助，你这样请吃饭很没有诚意呢。你怎么说请你，不是请你们？阿信啊，就我们本来卖家，没诚意。乱讲话啦！真的很巧哎，你居然是我哥的上司，而且今天真的让你帮很多忙。改天让我请你吃饭哦。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。那我再跟你约时间。嗯，先走了。哥，真的肚子很饿。我很饿呢。走了。吃炸酱面啊。江振博，你怎么会把自己住的地方搞成这个样子啊？我又不会做家事，又没有人帮我做。只会烧一锅好菜给你吃啊，还有汤啊，这个家。是的。你以前寄那么多餐厅的照片给我，说等我来台北要带我去吃，结果现在家里吃这个。餐厅是不错啊，可是你不觉得少了一样东西吗？那就是我们两兄妹的感情，对不对？我看你是少了新台币吧。妈要给你的钱我放桌上哦，她要你买点东西回去修补一下你们父子关系。
要安怎修补啊？我看我甲恁老爸顶世人结完仇。你这样讲话。啊，不然呢？我只要接近他三公尺之内，我就感觉到一股杀气压过来，你知道吗？有点良心好不好？你以前在做直销的时候，爸帮你跑了多勤，卖洗碗巾就算了，还卖补肾丸。爸要知道别人在背后偷笑，还不是照样帮你跑？从头到尾都没听你跟他说一声谢谢。拜托，我那时候还年轻不懂事，好不好？你不懂事是真的，但是你真的一点都不年轻了，好吗？真的，看，亲手捡，亲手擦的啊。虽然是人老母啊，你甲我看我嘛歹势。啊，咱拄结婚的时阵哦，嘛是安尼，咱两个人食饭，啊，迄个时阵哦，咱拢出少年的。哎呀妈，恁阿公无伫，咱嘛使过少年一摆。烧水放好啊，啊你食饱饭哦，先去洗一下身躯。好。啊！医生，爱食未？食袂落啊！来，我咧两杯啊，今仔还要去未？还要去未？嗯。嗯，这恶七个做无好治啦。我查甫人呢，嗯，我是因翁呢，我嘛是囡仔老爸呢，对，我咧讲一句应十外句，哈，认识，哦，奶奶我嘛忍落，我讲，阿婆你嘛甲内边了好咧，嗨，袂得啦，随甲讲出来啦，啊，你看听了几句无啦？好啦，卖你卖用啦，卖你卖用，卖你卖用啦。你小嘴紧紧，阿叔你较幸福啦，哈，娶你你也是我贤妻良母，嗯，你较赞啦，我这无法度啦。去，这次工作很重要。那你自己去机场，我不想送你。当你看到这个影片，要是我已经离开你了，你不要有任何埋怨好吗？照顾自己，好好活下去。要你回家一趟。哎，我觉得不准跟我说不要。好了好了，让我时间排一排。嗯。你高中毕业纪念册我到现在还收着哎。嗯。那种东西你还留着干嘛？你记不记得你写了什么话给自己？忘记了。你写说要当一个有感情的人。我有写过那么怂的话吗？
对啊，就这么怂啊，跟你人一样。可是我觉得这句话很真诚，就跟你的内心一样。对爸好一点啦，他年纪又这么大。好啦好啦，喂 Maggie 哦，副总，早一点回家嘛，人家帮你准备 special 的哦。我妹在我这里呢，那个，不好啦。special 的哦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了。喂，我是林英杰。你好。明天中午我想请你吃饭。明天啊，我有点事哎。我知道你是在客气的拒绝我。明天我想跟你聊聊你哥的事。他是你们公司的副总经理，你有什么事你直接找他就好了。感觉上你哥哥并不是一个很了解自己的人，所以我想从你这里多了解他一点。餐厅的地址我会传简讯给你，不管你会不会来我都会等。再见。今天晚上就一个人在这边睡了，因为我要去那个。表情怪怪的哦。那就不好意思跟你讲嘛，我跟我女朋友租了新的地方，所以晚上我们要一起。女朋友？那我一定要见她，看是谁这么好心愿意跟你在一起。哦，我有那么糟糕哟？开玩笑的啦。好了，赶快去吧。那你要小心一点啊。觉得你有点怪怪的，是不是因为阿弥陀佛所以不吃肉啊？我终于看到你笑了。我觉得我真的看错你了，那女生看起来很单纯。别把人家当成替代品好不好？这样真的很伤人。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我不是一个拐弯抹角的人。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女孩子，我真的好嫉妒哦。如果你把这个不懂事的女孩子拿来当作你弥补过去的遗憾，我一定会骂你。想要有